大家好，正文开始之前，麻烦大家点击订阅，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韩国网友炸锅了，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亲手选出来的总统竟然是这么个坑货。有韩国网友说：“别回韩国了。”也有韩国网友说：“规划去日本吧。”还有韩国网友说：“怎么选了个卖国贼？”四月二十四日，韩国总统尹锡月携夫人金建熙启程访美。 但此次访美之行的开端却并不怎么顺利。尹锡月非常看重这次访美，不仅每天被英文讲稿到深夜，甚至不惜得罪中俄，还被国民骂作国贼。当天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刊发了在尹锡月启程访问美国前的专访，在就韩日关系、韩美关系等问题发表言论时，尹锡月再次语出惊人，称无法接受日本需为一百年前的历史下跪乞求原谅这一观念。 尹锡月此番言论令许多韩国网友心中怒火再起，对其发起猛烈批评。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：“作为韩国总统，这是绝对不能发表的言论，这只会让人质疑总统对历史的认知。”《华盛顿邮报》称，尹锡月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就扫清了韩美同盟的几大障碍，包括恢复韩美联合军演，以应对朝鲜问题。 以及在全球供应链议题上同美国一道对抗中国，而最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主导韩国与日本和解，这在政治上具有一定风险。报道称，在将近九十分钟的专访中，尹锡月详细阐述了他在韩日关系上所做出的决定。今年三月，在六成韩国人不赞成的情况下，其政府宣布由韩方基金会代为赔偿日本强征韩籍劳工损失。 以此解决韩日之间的这一纠纷，同时他还成为十二年来首位访问日本的韩国总统，力图恢复两国关系。尹锡月受访时认为，韩国有着紧迫的安全担忧，因此不能在对日合作问题上一拖再拖。他还表示，一些批评人士是永远不会被说服的。欧洲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几次战争，尽管如此，这些交战国已经找到了未来合作的方法。 尹锡悦说：“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念，即因为一百年前发生的事情，日韩合作就绝对不可能去做，或者说他们日本人必须为一百年前的历史跪下，祈求原谅。这是一个需要做决定的问题。我相信我已经尽力说服了。”尹锡悦所属国民力量党首席发言人当天回应指出，从韩国总统府的韩语采访原文看，尹锡悦当时发言省略了主语。 主语其实是日本，说的是无条件下跪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，而《华盛顿邮报》刊发英文采访原文则忽略了这一表述存在误意。不过，对于执政党方面的辩解，部分韩国网友并不买账，都现在了还在闯祸赖账吗？我认为谈何才是唯一的答案，真是没法活了。事实上，尹锡月这番针对韩日关系的最新言论，引起了韩国国内大量网民的不满情绪。 他们纷纷在韩媒的报道评论区留言回复：“这咋像是日本首相说的话？这人是日本安插的间谍？是我们的人民选出一个根本连历史重要性都不懂的人，又能怪谁呢？不要去美国闯祸了。”看得出，为了抱紧美国人的大腿，尹锡月也是煞费苦心，破釜沉舟了。不过，美国人似乎并不买他的账。或许他们认为，尹锡月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应该的。 根本不值得炫耀。据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十五日报道，尹锡悦二十六日将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，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控将成为此次会谈的焦点之一。由于上述管控措施，三星电子等韩国企业将无法向在中国的工厂追加投资。在出现了韩国企业从中国撤离风险的情况下，尹锡悦准备要求美国放宽限制。 报道称，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积累技术经验，限制向中国转让半导体相关技术。除本国企业外，美国政府还要求日本和荷兰也严控尖端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。受此影响，在中国运营半导体工厂的韩国企业的追加投资也受到限制。三星电子在西安，SK 海力士在无锡和大连开办有半导体工厂。报道指出。 有批量生产通用产品的存储器领域，如果不继续投入尖端设备，工厂竞争力就会下降。因此，是否能够追加投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投入了大量资金，将中国工厂建成为主要生产基地，因此不能轻易放弃。美国政府既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管控之后，还在今年二月增加限制条款。 禁止那些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在中国进行追加投资。前两天，美方还强行要求三星和 SK 海力士不要填补美光在中国市场上可能流出的空白。尹锡月可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，一片赤诚换来的却是当头棒喝。尹锡月如此不顾一切、近乎疯狂的举动，就是为了向美国表达忠心。 以求在这次访美期间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似乎无法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回报。其实，美国人并不是太看重韩国，尤其是在中俄强势崛起的背景之下，美国对于东亚大陆并没有什么扩展的计划。韩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，美国人依旧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。美国人要的不是中心，要的是实质性的利益。 美军驻扎在韩国不是要保护韩国，而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并且让韩国替美国分担军费。尹锡悦自己感觉付出了巨大代价来表达对美国的忠心，但在美国看来，这些东西一文不值。至于让不让日本下跪，和美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美国处罚三星四千亿韩元和禁止韩企抢占美光市场份额的要求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 在美国人眼里，他们是不需要考虑韩国人的感受的，尤其是在尹锡月把自己在中俄这边的退路全部断掉之后，按照美国人的逻辑，韩国就只能求美国了。即便美国变本加厉地压榨韩国，韩国人也别无选择。尹锡月的美国之行，想要在美国人身上得到实实在,在在的利益，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尹锡月用言论来向美国表忠心。 大概率拜登也会用赞扬来回报尹锡月，同时还会让韩国再为美韩的关系加深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尹锡月想要抱紧美国的大腿，这本无可厚非，毕竟韩国就是美国帮着独立的。但想要的太多了，就有些不自量力了。和美国人在一起玩，无异于与狼共舞，与虎谋皮。关键还得看自己有多大本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